噔噔噔噔，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美好的一天从这个是羊肉片麻将开始啦！我来了，姐妹们，你一睡醒就吃二斤羊肉，这能行吗？这，芝麻酱，绝了！我今天用了个新的火锅底料，妈，没多少，就整了二斤。太爽了，这个新的火锅底料挺好吃，纯生，并不是那种变态辣的，没有辣素。妈，那太好了，这个羊肉。还这个肉片，那这家羊肉真好，下次还买。幸福的时光过得怎么这么仓促？煮少了，我下回应该煮三斤。这也太香了，这也，我的天！每次都我姐妹们，下回多煮一点。当当当，炸奶酥啊，姐妹们，这个不卖啊，我在这改超市买的。好了呀，姐妹们，里面是年糕、牛奶、白糖混在一起的，我其实差不多就这么个东西。胶粘，表面脆脆的，还行。上回买过一回，挺好吃。我的天，他还往外放糖浆。油真大，还滴油呢，怪不得油真大，油都上这边来了。这边火大了，哎呀，小孩吃多了太腻了呀。
好啊，姐妹们，美好的一天从煎饼果子开始啦！早上好啊，姐妹们，煎饼果子。放的久了，里面加的色素淀粉肠。里面的果篦放凉了，可热了。最近可爱喝胡辣汤，这个是加鸡柳的。杨国福啊，姐妹们，满满一盆。我发现现在这个麻辣烫啊，比肉都贵。好了呀，姐妹们，又是我，煎饺啊，煎蛋，蛋饺，这家蛋饺个头小，油豆皮啊，豆腐皮儿，哎呀，就这个味儿。哎呦，这底下粉丝，这小碗吸汤了。哎呀妈，太爽了，姐妹们！
哦，看。太爽了，姐妹们，拜拜。